梁先生有冇一件事係令到你好猛佢，好猛佢？有，就我還是會很煩他的，就是有時候他會太任性了，喝完酒之後，可能會回去《無間道》那個角色啦，可能會回去韦小宝那个角色了，我会觉得很烦呢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个小孩子，然后我又很想保护他小孩子这一面。那我好奇就是他会把拍戏那个角色会带回家？会，梁先生他拍完戏要一段时间他才能走出来，拍完一个角色他要剃光一次头，他要让自己整个人离开那个角色，就他找到了他的方法。